4点多回来的。不是偶尔吗？大过节跟哥们儿玩会牌什么的。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我关静音，不能打扰我。你要不给我打电话，没准我赢了。小点声，还睡觉呢。赢了很多，你知道吗？还睡觉呢。我合计你3点多，你那阵想着你说12点左右回来。来了，来了。影响人家睡觉了。嗯，醒就醒了吧，没事儿。要不有的时候也这一点醒了。战绩怎么样啊？输了。哎呀，我这逢赌必输。哎呀，过节大家图个高兴，输点输点。是，然后吃饭吧，我昨天晚上也没吃。那等着我，等我来。荣宝，你看外边天还没亮呢，一会儿咱们吃完，爸妈吃完，咱继续睡觉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吃吧。你一直等着我没睡觉？我睡着。说呢？我就是他醒了之后，我看3点多，然后你没回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不是担心你吗？我那么大人了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下次不给你打电话了。吃饭，好了，去吧。怎么了？吃这儿啊。不过他昨天晚上睡的也早。是吗？嗯，也睡足了。行，今天晚上还去吗？不去了，就过年玩一次就行了，还去天天去啊，上瘾的东西。早上起来，咱们吃点鸡蛋羹，来，张嘴，哎，恭喜发财，嗯，对，恭喜发财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来来来，妈给你拿，那你自己拿也行，来，给妈来一个恭喜发财。爸爸没睡醒啊。真是上岁数了，都10点多了还没睡醒，不是25的人了。哎呀，不是，要是让你在家熬夜带孩子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带不了，然后楼上睡，然后这出去，哎，哥们儿找玩，哎，这出去熬夜熬到凌晨4点能回来，这就是双标是吗？带孩子不行，然后那什么行。哎呀，这倒了，你跟妈妈说。 那是，嗯，真的看上岁数不能熬夜了，这不能超过12点睡觉，真的醒不来。那你今天晚上带他睡觉行吗？今儿晚上我带他睡觉行。现在睡醒了吗？没睡醒，困呀。中午一会儿我给你做一个牛肉饭吃吗？谁做呀？我做吧。嗯，你说我早上都吃完饭了。吃完饭了吗？呢都开始要睡第二个。得了吧，摔了吧，摔了吧。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看妈妈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小男孩皮一点，没事儿啊。这摔着这都是软的，嗯，没事儿。困了，困了，困了，这要睡第二觉开始了，睡觉困了，睡觉，来找妈妈了，来，睡觉，睡觉，乖乖，睡觉，睡觉去吧，儿子，困了你。睡不睡觉？睡觉了，你说我睡觉觉了，妈妈在这儿。变脸变得真快，你。睡觉了，没事啊，小男孩，嗯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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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胖脚脚，给妈这、拉臭了吗？今儿这找啊，没拉。嗯，给妈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不好意思了，给下一个。你说你4点多钟回来，我都知道，我都起来陪你扶宝宝。后来我又睡了一回笼觉。嗯，啊、哈哈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，举高高，举高高。哈哈哈哈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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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说我爸也睡去吧，你再睡一会儿。嗯。啊，我睡觉睡觉。自己玩，妈去跟爸爸一起做饭去啊。儿子吃完了？嗯，他基本上吃完了，我给弄南瓜米。从山姆吃的牛冻，简单一热就行了。我原来我记得我在国外啊，经常吃这，因为那便宜，是不是？咱也吃过苦的人，500日，嗯，配点辣白菜。啊，我觉得这配辣白菜好吃，还有桔梗你吃吗？我不吃。嗯，这点给你放下你就哭，你不就想让抱抱吗？抱抱你，你说我给他放下能哭吗？哭啊，真的。他现在找人啊，我现在给放哪？没事。
吃不着吃手啊，咱吃饱了喝足了，妈妈带你睡觉去吧，爸爸也得补个觉，昨天睡俩小时，脸色蜡黄，现在我爸爸刚喂完你水，哎，亲妈妈一口，什么亲妈妈一口啊，哦，这么亲妈妈一口啊，明年呢，早上让咱晒一会儿太阳，儿子，爸爸走了啊，爸爸晚上是不是赢点小钱给你妈吃点吃啊，走了，你连送我回去都不送了，送你走吧走吧走吧，一会儿我自己推回去，我让那大爷帮我折一下得了，当爸爸的得伺候儿子的是吧，走吧走吧，我看你的心已经飞到那什么桌上了，不会，我也不会，去吧去吧去吧，不去不去，真去吧，不去了啊，开玩笑，你说我能去吗？